当姑子迎来100岁，这对一个品牌来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。在最新的晋升大秀上，创意总监上呈了各种属于姑子的经典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告诉大家我就厉害。这个来自意大利的国际品牌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，现在就来为你揭晓。从 Gigi logo 马衔链绿红绿织带竹节元素到花卉图腾，个个都是 Gucci 的经典。要说是谁引领 Gucci 迈向百年，这个人绝对是李开里。他擅长把过去出现过的设计师元素翻完重现，更让 Gucci 成为一个 No Rules 品牌。在百年庆典中，李开里对话的对象是所有人，就是要让世人明白 Gucci 就是这么经典。至于何谓 Gucci 的经典，请静待下集揭晓。